大家好，我是小戴。秋后戴进一开口就引起全场欢呼，电信业者和戴进合作，29号举办粉丝见面会，吸引不少人潮。即将退役，然后我自己的状态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理想。我知道我身后有这么多人支持我，还有大家的给予我的鼓励，对，其实我很开心，就是我可以拥有大奖。戴子颖常年征战，现场摆出他的实战球衣和选手证，吸引粉丝抢拍照，最后还有温馨影片，让小戴忍不住感动落泪。看到这影片不流泪很困难呢。尽管不打算办隐退活动，未来仍然想要继续打球，分享自己的经验。学校有希望可以邀请我去跟他们分享，不管是比赛的心情啊，或者是赛前的准备啊，或者是教他们一些就是打球上的技术，可以给他们蛮大的帮助。电信业者长期和戴子颖合作，除了推动永续行动、扩大造林计划，现场公布新一波小戴的 LINE 贴图，收益将投入羽球运动推广。透过 LINE 的贴图让更多人看到，而且我相信每一个粉丝、每一个朋友在发 LINE 贴图的时候，一定都会想起哇，小戴超棒的那个时候啊，所以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有意义的。电信业者表示，未来将持续携手戴子颖，共同推动爱护地球、环境永续的理念。三立新闻，于正黄婷在台北采访报道。